他可以加一点冷酒下去。哇，谢谢。hold 住 hold 住，吃素了，吃素了，今天不要吃素了，你就看我后脑勺就好了。连吃素的打菜，连吃素的都骂。我做公益的东北角修片，再让他蒸一下，他再蒸一下就好了。好。哎呀，吓到连吃素的都哇！有没有很简单的这样子？吃素和尚都白鱼子。真的和尚白。我椰子烧肉好之后，追到就好了。好来吃饱了，都又饿了。吃饱又饿了。吃饱又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他今天来过，那他今天来过。怎么在？就剩下一天。哦。在家吃有，因为你在家的量不用那么多啊。我们今天是比较多人吃嘛，好，来这边有了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好来，那我们再这边也有了，我们再来教大家做一个椰子烧。我没有，我要中草，我要水，不要水倒掉，好，好，那椰子烧肉呢？我们这个肉去买那个。梅花肉，梅花肉回来之后呢，你用一点点的香茅去腌，但是香茅可以加可以不加，因为有些人买不到香茅啊，你可以买香茅的。超市就有，市场有一个阿婆在卖，或者是你到那个食品材料行，他有在卖单的香茅，那个比较容易取得啦。对，那新鲜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就要看有没有人种香草，你有种，大家都有种。香草原来就有。因为发高太发了。对对对，好来。我们椰子烧肉它是一道越南菜，好，它是一道越南菜，那我们就用红头跟蒜头就把它倒下去，要倒油，要倒油，好，我们下去让它煸香，好，煸香，它导热性非常的快，而且你不用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起，很多妈妈很喜欢这种那个煮饭下去起那种感觉，可是那种感觉那种油烟下来，你整个头发啊，就全部煮完之后全部都是那个味道。然后这个肉呢，哈，梅花肉，大家可以腌一点橄榄油、醋跟糖，对，再一点点的酱油，一点点就好，不用太多哈。用香茅，那我们先把它煸香哈，我们先把那个，你把它煸出香味就好了，就是把红葱头跟那个蒜头煸出香，对，整颗整颗，来，不用拍碎，不用拍碎，整颗哦。那如果你那个椰子水啊，它帮你裹一半起来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把你们家的那个肉烧好之后，直接装在那个椰子瓮里面，这样子也是一道菜哈，好不好？对，那我把它转成。香茅味道，香茅味道出来了哈，香茅味道出来了。好，要去注意帮我看看有没有火哈，我就很担心等一下那个没有火之后。好，那你把它炒香之后呢？我真的很建议这种天气大家多吃蒜头哈，因为它就是有没有那个蒜素嘛哈，有抵抗，会让大家比较有抵抗力哈。那我们就把它煸香。那在煸香的同时呢哈。我们家里是不是都有两个瓦斯炉？对，你另外一个锅子你也不要闲着哈。它煸香它需要一点时间。那另外这个瓦斯炉呢哈，你们家里的另外一个瓦斯炉，我们就来炒七彩时蔬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大家是不是很流行彩虹饮食法？对对。那一样哈，你就把所有的芹菜都丢下去。你喜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哈，你就把它丢下去。它那个应该是要摆盘的。那我今天哈，我就。来，这边给我。哦，一样。这个等一下，我今天有秀珍菇，然后我有百合，这个是百合哦。刚刚我在整菜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大姐跟我讲说，哦，我要百合，好不好秀呢？老公，对对对。百合最后下。对，百合最后下，不然也
较多蜜饯那些，我就花雕的。你像我都在比较大市场、平展市场那个，它就有，对，对啊。可是有啦，现在它比较普遍的，它比较普遍的。新鲜比较好吃，口感比较好。对，平安奇油，这是新鲜的。好，那我就把它盖锅盖，这个放在上面，没关系。我的油菜花先帮我拿来。对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把百合，这是油菜花，油菜上面那个花，黄黄的那个花，再把它加下去，对。好，来，那这边再煮了哈，这边颜色有没有很漂亮？你前面有肉，然后这边青菜，这样是不是？就是你在视觉上也很舒服啦哈。OK， 这边好了之后呢，我就把肉放下去，就这样切成块状哦。因为它有鱼露，梅花肉，梅花肉，真的不是，我有加鱼露，香茅，对，然后一点点酱油跟糖，这样，要啊，等一下一点点糖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不盖，我不用盖，因为我就是被火压力下抢这种感觉哈。对，啊，等一下再帮我准备酱油，好，对，来这边。给我那个厨房餐巾纸，对。其他的呢？我们是不是还有半碗？半碗的那个就是那个柠檬的，对。等一下的话，摆盘的时候你就把它淋上去，这样子好了。哇，来这个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要看那个。对。刚飞之后，你用蒸蛋啊，等一下你可以用一些青葱花还是什么，就这样子就很漂亮。叉子给我。好，因为这个蛋也好了，我要一个盘子。好，这个蛋也 OK 了，这个不用挑出来。来，因为我等一下看蛋糕好了没有？这个，这个这样吧，这个不要拿起来。那就等一下我要盖起来。来这边，这个拿到旁边去。好，这个米糕我先试试看这个，我感觉上是好的。已经跑了，那么快，我们才多久放下去的？好，这个好了哦。这个等一下切片摆起来就好了。好，来这个拿到后面去。然后这个我再加一点水下去。好，我再加一点水下去煮。好。对，好，再多一点点糖。OK， 好。好。老师，我点的马告哦。对，这个是马告哦，这是马告。好，我就一样，就是开火下去让它煮。然后这边呢，我就让它稍微再就是收干一点。好，收干一点。你是要酱油？要，我要一点点酱油。我可以大一点，有，哦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哦，它就很简单，啊，哦，我们再让它烤一下，这个还没好，哦，但是这一块已经好了，翻一下，等一下再加。
加盐巴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子就不用加糖了。这些就很新鲜，这白色就很好看，而且什么都有。哎呀，光闻味道就流口水。好，它这个的话呢，它只要，对，它就是颜色，它就有把它均匀配到的话，然后椰子水给我，椰子水先放旁边，酱油再给我一下。我可以搭一点，好，有加糖下去煎，这酱油包也可以，好 ，OK OK OK， 好。对，不同对，我们的如果因为它没有那么咸，所以可以不加糖，好，可以不用加糖。好，然后这一道呢，我等一下呢，我就用椰子水下去。生抽它很便宜，老抽它的，它生抽比较咸，生抽比较咸，比较咸。可是生抽颜色太淡，太淡。好，椰子水，好，这是椰子水，全部用椰子水。好，我就下去把它收干，好，把它收干。所以我可以搭一点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搭一点这样，不要盖盖子，因为盖盖子不容易收干，就不要盖盖子。好，鱼好了，哇，鱼好了，好，你搓一下，搓一下。好入味。好，鱼好了，好，鱼好了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再起来。这样子，再继续让它煮，再让它继续着手。对啊，这个没有炸过，这个是没有炸过的。我们再继续让它，就很麻烦。我们再继续让它卤。那如果你喜欢酒香的话，你可以那个酒，这时候还可以再加。哦，这时候可以再加的，那个绍兴酒很好拿。可以再加，对，拿吃那个肉的味道，就好吃。我全部都用酒下去煮的啊。大，这道非常好吃。小胖哎，陈少哥卤汤。干锅笋瓜，干锅笋瓜，但是等一下我去他配菜了。所以你先把肉弄完以后，再笋瓜跟肉一起。阿哥，一些笋瓜一定爱搁柜上，一定爱上。笋瓜买当做要论。哎，买。小咸。对，还是咸的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哈。哦。哎，这边没有火了吗？应该是没有火。对。刚刚可能有那个，不然它应该要熟。安尼吧，咸鱼啊，没关系，让它。很香哈，就很简单的一个味道。其实食物它就是简单味道，就是好吃。好。来，那个慧心姐，这个不用你翻，没关系，不用再翻了。对，这个帮我拿一下，因为我要开另外一锅。这个好了。我来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呢，我的菠菜切成猪的那个，这个都已经熟了，因为它是切薄片，哈，它已经是切薄片。这天才的。菠菜，对，这是菠菜，对，菠菜切成猪哈，好，对，刚刚他们帮我切成，这个不好吃吗？来，轻一点啊，好，哎，下去切，它就是全部下去之后，再让它焖一下，这个就好了。好，我等一下再加一些些的那个盐巴，或者是你可以加一些盐，然后加一点水给我，就是有点像盐巴水这样子。
对，因为它没有因素解，还要摆一下，这样比较漂亮啊。但是你们在家就不用摆，就直接可以上桌啊，他就可以知道一个食物很简单的一个味道这样子哈。那我等一下用盐巴水就进去调那个味道哈。那这边也差不多了哈，这边差不多了。非常好看哦，这一道味道也非常好。百合跟油菜花，对。在这里都百，我的百合跟刚刚那一盘，对，这里都醉了。好，就全下，也下去了。没有，对，你帮我拿盘子。好，这样子看起来心情就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好。我有带200G出来。你拢食侪了，好，你莫搁食其他诶，吼。咱食啊健康，好，安尼落去一个，让它焖一下这样子，好。这个盐巴给我，这个给我，这个啊，对对对。给我一些盐巴。好，我们就是适量的盐巴做起来。好，这样起来，这样子有没有很漂亮？很美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让它焖一下，哈、哦。这样子这道料理就很舒服啦，哈、哦。我觉得它就是很舒服的一道料理。好，把它盖锅了，好，都开了，好好。盖锅盖完之后呢，好，那我们这一道菜我们就继续让它烧，烧干。这边好了，这边好了。好，来，那个这个先让它上去，啊，我让它。小心小心，这个加盐油。有，就是用盐巴水啊。这个已经好了，其实差不多是。啊，这是小，开小了吧？哎，夏老师，这边开小火哈。对，开小火。来，那你看一下这个蔬菜卷，好，蔬菜卷也好了。啊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再加一些枸杞，然后就或者是再砍几片芒果，啊，就是可以淋在上面。来，这个卷再滚。那我来也让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就装去盛盘哦。我来这个好了，来那个好，谢谢谢谢。那有没有无双淡淡的香茅的味道？那如果你不喜欢香茅味道那么重的，你就这时候你就可以把香茅先拿起来，啊，其他你就可以让它下去这个下去炖。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们就继续让它有这个味道。好，那我们再加一点水下去。好，加一点水下去。香茅要加起来吗？香茅不用，他们喜欢那个味道。喜欢。OK， 好。因为这是素的，对，素的我们就用那个，然后等下加盐巴给我这样就好了。我们让它滚起来，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来，等一下再去试那个咸味。是什么？芝麻。OK。好。OK， 好，这个好了。那我们这个刚有加盐巴的嘛？有。好了，OK， 好，那去盛盘这样子。好。是不是它那个颜色有没有就没有那种暗红暗红这样子？对。